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娟子。现在我一个人在这个房间里边，有很多话想跟你们聊一聊，想跟你们说一说。就是我不知道跟谁去聊，我只有跟他去说。这一次来到江苏，就是带了两场专场，连续带了两场，让我学习到了很多。就我出来了以后，来到这个大城市，我才感觉我自己真的是井底之蛙，别人的节奏我根本就跟不上。所有我的老粉丝应该都知道我，都了解我。本身就是可能搁家带孩子时间太长了，跟这个社会已经脱节了，就是我感觉就是我出来，别人跟我说过的话，就是一次性跟我说太多东西，还有我去选品，我要记每一个产品的细节，每一个产品的材质，每一个产品。就是它的各种功能或者样式，款式，平常搁家里边可能就是生活的特别散漫，出来了以后就是一下子感觉脑子里边记太多东西，就是跟着脑子炸了一样，什么都记不住。我出来带专场，我肯定要就是要分享给你们的东西。要选择好的东西，我肯定要去提前去考察，去摸索。为了不让大家失望，我会付出比常人多10倍的努力去干好这一件事情。我头一天白天，然后去考察这个产品，然后晚上去了解怎么去把这些产品都给排序弄好。然后白天7点开直播，直播到12点，晚上直播到12点多，到睡觉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了。我其实累是应该的，因为我是在为我自己的事业而努力。但是就是我出来带货，可能就是会有很多人就是不接受，有很多恶评什么的，就说啊你出来是忽悠人嘞，然后是骗人嘞，然后就是说一些很难听的话，我就感觉特别的委屈。虽然我是第一次出来带专场，但是我是保持着我最真诚的心。去给你们认认真真的去做这一件事情。如果有这两场收到专场、收到货、已经收到货的朋友们，可以在视频下方评论，然后感觉怎么样，好不好？我也是为了给小丸子一个更好的生活品质，把它放在家里边，我自己一个人出来去奋斗，去努力。就是今天想跟你们聊聊关于我带货的这一件事情，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再继续往前走，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女孩，我没有背景，我不是一个富二代，我靠不了任何人，我只能靠我自己。我不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办，我要不要继续走带货这一条路？但是也有很多粉丝特别支持我。特别就是鼓励我，包括我来江苏这一次，也是很多粉丝来鼓励，然后支持我，我才有勇气
来到这个地方，要不然我是迈不出来这一步了。怎么说呢，反正就是希望你们能给我个建议吧，要不要在这个待会的一条路上继续往前走，还是收拾东西回家。